是啊，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我所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活出生命的歌。感谢上帝，予咱一新的一年，就会当来甲上帝迄顶，咱来遮听主的话，予咱失望的得到快乐，予咱要传到伊的也得到上帝的稳定。因为咱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咱将上帝的话放伫咱上重要的位置。我相信上帝的祝福会时常甲咱每一位兄弟姐妹同在。今仔日的题目是发出生命的光。早前有一个国王，有三个囝，这三个囝其中有一位爱继承国王的王位，所以有一天国王就甲三个囝拢叫来头前，伊甲因三个讲。我予恁三个人，每一个人拢真有意。恁去想一个办法，因为咱伫咱的王宫以外有一个真大的仓库，请恁去想办法，把这个仓库填好满。伊就把这三真有意发予这三个囡仔，这三个囡仔就开始去想办法，讲：我要用什么方式会当将这个仓库填好满？第一个囡仔，伊就想讲：无我来去买沙。所以，就用一两银去买沙。第二个囡仔，伊就想讲，那安尼，我要用什么？伊就想讲，我要用草。第一个囡仔，当伊看到国王的时阵，伊甲国王讲，我干那一两银尔，所以我去买沙，不过我干来当天一半，天袂甜。第二个囡仔，伊带国王去的时阵，伊讲，爸爸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去买草，不过一两银。同款，草干阿天八分满尔，嘛是袂当把这个仓库填落去。甲第三个囡仔的时阵，国王家问讲：那安尼你要用什么物件？这个囡仔家讲：我要用什么物件？爱等到暗时，你就会知影。迄个暗暝，第三个囡仔就带国王入去迄个仓库内面，然后伊就用一项物件，就是用蜡烛。伊用蜡烛，把迄个仓库，用迄个光，把迄个仓库填好满。国王就讲：“你是一个用心佮巧的人啊，因为这个光会当照伫黑暗，将黑暗全部拢甲伊用无去，予光明充满伫伊内面。”亲爱的弟兄们，伫咱的内心内面，咱就亲像这个仓库共款，咱有一个真大的空间，是需要咱去改变。是需要光明来照伫咱内心这个空间内面，因为这个内面是物质无法度满足的，是欲望无法度填满的。只有一项物件，就是光明爱伫咱的心内。今仔日咱所看的这段经文，是先知要鼓励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当伊为巴比伦回来的时阵，因爱做一件代志，就是爱对上帝忠实。然后爱将上帝的性命活在因的性命内面，爱将上帝的光放在因的性命，予所有的人拢看见上帝的光。我可以放一下 PPT 吗？今仔日咱来看这段经文，就是记载伫第六十章第二节甲第三节。伊讲看黑暗要盖全地，黑暗暗也盖内国。总是耶和华要发现照你，伊的荣光要出现伫你的心中。内国要来就闻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就闻你发现大光。伊这个人就亲像是一个镜同款，伊亲像一个镜同款，要将上帝的荣耀传出去，因为上帝的光明要予人看见。因为上帝的光明要让人看见嘛。你让你帮我播好了，因为我不能播。好，你帮我按。每一次当跨年的时阵，咱拢看到真侪人，因会去看曙光，因会去看曙光。伫曙光的时阵，为什么因要去看迄个光？为什么因要去垦丁？因要去台东？因要去阿里山看迄个日出？因为伫日出内面，因会看到什么？因会感觉，当我看到日头把我照着的时阵，我感觉有一个希望。有可能伫我过去真辛苦，有可能伫伊的过去，伊感觉真失望。但是当伊伫新的一年，伊看到日头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真大的盼望，伊看到一个真大的盼望。但是伫圣经内面讲，到底什么才是真光？到
到底什么才是真光？在以赛亚书十六章十九节，伊讲日头无搁做你的光，我也无要搁发光照你，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。你的上帝要做你的荣耀。今仔日咱看到日头的光，虽然会当予咱真大的盼望，予咱感觉真欢喜，予咱的忧伤甲忧愁拢放袂去嘞，但是迄只是暂时。今仔日有一个真光，是对上帝遐来，是对上帝遐来。在咱的生命内面，就亲像一项物件，就亲像一出戏，一个连续剧。总是伫连续剧内面，咱所看的是啥物？是一个善甲一个恶的对立，是一个贪恋甲一个牺牲家己的对立，是一个光明甲黑暗的对立。甚至伫连续剧内面，有一个真重要的。伊所指出的，就是伫一个完美的人内面，伊的内心同款的有一个黑暗的所在。伫马太福音十九二十三节，伊就安尼讲着，伊讲，你的内面的光若暗，迄个暗是偌尼大；你的内心若黑暗，迄个暗是偌尼啊大。伫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又讲，这人已经犯罪，上帝的恩光得无着。敢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看黑暗要盖全地，黑黑暗暗也盖全列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即几十经节拢在提醒咱，咱的世界就亲像拢伫黑暗内面。今仔日你敢有活伫黑暗内面？伫法国有一届，因的电信局做一项代志，就是因决定要甲因敲电话所有的名单拢列出来，然后。照着这个名单，甲伊的校单做伙寄返去因兜，互所有人拢知影，今仔日你卡偶像，昨日卡偶像。总是当所有的法国人知影因要做这项工课的时阵，大家人拢走去电信局，甲伊讲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，因为法国人有真侪人拢传说伊，因只要迄校单一寄返去，所有的人拢会发现因的地下乱情，所以每一个人。拢反对因安尼做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只是一个例。若安尼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敢有活伫黑暗内面？你敢有惊人知影的代志？今仔日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时常爱面对的，就是迄个黑暗甲迄个光明的对立。今仔日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爱知影耶和华要发现照你，伊的阳光要出现伫你的身上。因起发光，毋是只是以色列百姓的工。也是咱每一位基督徒上重要的工作，所以咱知，咱要不断去更新咱家己，因为老马毋是一工做成。今仔日一个农夫伊种田了后，一个做穑人伊种菜以后，伊毋是甲菜种落去就好啊，伊必须爱每一工拢去压水，伊必须爱每一工拢去浇肥。那安尼，一直甲伊修行的时阵，伊的菜就会生做水，佮大长。今仔日伫咱个性命同款，嘛是安尼。你洗礼，毋是讲你着得到迄个护照。今仔日你洗礼了后，你爱透过教会个生活，你爱透过团体个生活，你爱透过灵修个生活，你爱时常甲上帝结连，互你个性命内面有对上帝遐来个溃烂。无你会亲像一支手电筒，总是你要开开个时阵，伊无火。你要照伫黑暗的时阵，但是你切袂看。今仔日你按时常甲上帝结连，那安尼伫你的性命内面，你会当发出上帝的光，别人才会当对你的身上看见耶和华的光伫你的身上。上灵的真父有一个人，伊叫做施布真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你会当将我的一生拢写出来，写伫天顶落来去，因为伫我一生所做的任何代志。无一项是需要甲伊安排起来。今仔日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活出什么款的生命？咱要来看经文的第一节，安尼讲：兴起发光，这个光真强。若照十六章二十节，伊讲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的日无过落，月亮也无久无去。先知要予所有以色列百姓知影。上帝的光要胜过伊心中的黑暗。今仔日上帝的光要对伊的性命内面发出来，因为上帝要送恁一项礼物，就是要恢复恁性命的荣耀。
就是要恢复你生命有的价值，就是上帝要甲你人生建立迄个关系。今仔日的经文第四节安尼讲到，六十章第四节，伊讲到过去就算去用掠去的，嘛拢要救回来。甚至你所失去一切的物资物质，嘛要拢搁一届摕回来给你，而且比大海搁较丰盛。这下拢要搁一届归回来你的身上，甚至你的性命嘛要得到。上帝安慰，要亲自安慰你的心。今仔日上帝要建立你迄个应邀，搁一届，予你一个应允，这拢是对上帝来的恩典。有一个国王，伊有一个真疼的囝儿。这个囝儿有一天伊患病啊，伊袂记得伊家己是一个王子，伊一直当作伊家己是一只鸡。所以当作伊家己是鸡的时阵，伊就开始伊歪伫坐伫食饭厅顶面食饭。伊拢坐伫裤脚食饭。有一天，伊发现当伊穿衫的时阵，伊嘛想讲袂使的，伊变作一只鸡，伊袂当穿衫，伊就把衫拢脱了了。然后，伊就歪穿衫，规工拢坐伫裤脚食饭，然后四界乌白走。这个国王就真烦恼，伊想要将伊的囝救回来。当伊看到伊的囝安尼，伊的心拢碎去。总是当伊找过所有的医生，当伊找过所有的心理师。当伊找过所有有法度上巧的老师来甲因囝引出来时阵，因囝拢一直认为伊是一只鸡。当这个国王感觉伊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的时阵，有一个真老的老婢来甲这个国王的面头前，伊就甲国王讲：“你敢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会当有机会引出你的囝倒转来？总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甲恁囝做伙的时阵，你拢袂当伫我的身。”国王虽然不相信，但是真感谢拉比安尼愿意付出，所以伊就甲拉比说多声，将伊的囝交予伊。过无偌久了后，拉比开始甲这个王子甲伊做伙伫遐生活。有一天，这个拉比就甲规身躯拢脱了了，甲迄个王子同款秘伫裤下秘伫房间。然后伊就甲王子问讲：“我甲你问哦，请问鸡敢会当坐伫桌仔顶食物？”迄、那个王子就讲：“应该会使。”所以伊就开始学习坐伫椅仔顶面。过几工，迄、那个老毕就甲甲迄个王子问讲：“那安尼，我甲你问哦，请问鸡敢会当伫寒的时阵穿衫？”王子就讲：“应该会使。”所以伊就开始甲衫穿起来，然后学习坐伫椅仔顶。有一工，这个老毕佫看到国王咧食烤烤的物件的时阵，老毕就甲王子问讲：“那安尼，王子，咱敢会当做伙坐伫桌仔顶食桌仔顶的物件？”王子就讲：“应该会使。”过无偌久，这个王子开始过着穿衫的生活，然后伊就开始搁伫食饭厅顶面食饭。一年了后，王子就开始偷偷啊恢复伊过去伊的生活，伊变作甲以前的王子一模一样。这个国王真感谢这位老毕。当伊甲拉比叫来的时阵，伊甲伊讲：“你要啥物物件，我拢会当予你。”总是拉比甲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“我啥物物件拢歹滴，因为恢复王子迄个身份、伊个性命、迄个荣耀，就是一个上大的礼。”听下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故事内面，伊讲到侪人因为遵和上帝的诫命，得到性命。王子予拉比安尼引出，一步一步，鬼敢若家己亲像一只鸡共款，偷偷啊恢复变做一个王子。今仔日当咱活出上帝的诫命，当咱遵守上帝的话的时阵，上帝所赏赐的，就是予咱一步一步的改变，予你恢复迄个王子的身份，予你恢复迄个王子的身份。所以遵守上帝的话，你就会当发现你生命的改变。第二，咱要来看，列国要就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就近你，发现你的光。上帝所发出的光真强，咱所发出上帝迄个荣耀嘛真强，咱边仔的人真简单，就会当感受到。总是当你活伫这个世界内面，你表现出什么款的基督徒的身份？咱会当把基督徒分做三种，
第一种是面对世界的压力的时阵，第一种基督徒是完全闭起来的基督徒，就是甲世界分开的。咱知伫美国有一个唐人街，伫这内面有住真侪华人，所以就算你住伫这内面，你袂晓讲英语嘛袂紧，因为你共款会当生存。所以有真侪人伊袂晓讲英语，但是伊嘛敢去。因为伫这内面，伊甲世界是完全分开的，甲美国这个国家，伊是完全分开的。今仔日你敢有活出安尼的生命，还是你是第二种，就是你是学习这世界的基督徒？因为你感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咱若要甲伊分辨，实在真辛苦。所以你得互这个世界同化，总是你的思想甲一般的人拢同款，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。你每一个礼拜拢来礼拜堂，你每一个礼拜拢来礼拜堂。安尼的基督徒，咱通常会当家称呼做潜水艇的基督徒，就是你平常时拢闭伫海底，咱人伫船顶拢看袂着你。总是有一天，你对海底浮出来的时阵，人讲哈，原来你嘛是基督徒，我平常时哪会拢唔知影。第三种基督徒是啥物种基督徒？就是。活在这个世界的基督徒，活在这个世界，甚至改变这个世界，影响这个世界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盼望咱去做，改变这个世界，拯救这个世界，带予所有的人有一个盼望，就亲像咱今仔日第一部所书所讲的，爱过光明的生活，是活出好甲义甲真的生活。好，就是上帝的良善在你的心内。伊是啥物？上帝所耶稣基督甲咱教示的公平是啥物？就是你爱你别人安怎对待你，你着安怎对待别人。疼别人亲像家己。啥物是真实？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所讲的：若是就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个世界内面，你活出啥物款的款式？在新的一年，咱来重新立志，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系，活出合上帝心意的生活。我相信伫过年之前，咱拢有甲厝内大摒扫。总是你已经偌久无摒扫你的心内，你已经偌久无将迄个无好的物件对你的心内清出去，你一家藏伫你的心内，甚至影响你的生命。上帝讲，爱将这个物件对你的生命内面丢掉。第二空一四年，你爱活出无同款的生命，是发光的生命。因为上帝的光要照亮你，你的生命要发出上帝的光。就亲像五十所讲的《以弗所书》第五章第八节甲第八节安尼讲，因为恁前是暗灯，点伫主是光。今仔日咱点伫上帝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内面，咱就得到迄个光，就安尼照伫人的面前。就安尼照伫人的面前，因为宣扬上帝的名，佫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见证。这也是我今仔日的结论，要用一个故事甲大家来分享。有一个人，伊真有名，叫做亚历山大，咱拢知影。总是伫伊的军营内面，有一个人甲伊同名，嘛叫做亚历山大。但是这个军啊，这个兵，伊有真侪真无好的歹习惯。所以，所有真侪个人拢无介意甲伊做伙，因为伊爱啉酒，伊爱共拍。有一届，当这个亚历山大伊来巡这个军营的时阵，有一个士兵就甲伊讲：“军王啊，你敢会当去甲这个人对话一下？因为阮所做的一切拢无法度改变。”后来，这个亚历山大就去甲伊讲，然后伊甲伊讲一件代志，伊讲：“歹势吼，请问你叫做啥物名？”这个士兵怎回答伊讲：“我甲你同名，我叫做亚历山大。”这个亚历山大伊听了就足生气的，伊讲：“我命令你马上改掉你的名。如果你若无愿意改掉你的名，那安尼我要拜托你，请你改变你的个性。”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甲耶稣基督有一个同款的名，咱嘛叫做基督徒。今仔日你活出什么款的生命？如果上帝今仔日甲你对话，耶稣基督甲你对话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啥物？伊会甲你讲啥物？所以咱爱记得，甲过去迄个咱，
你无介意迄个，甲伊大摒扫，甲伊清掉，换出新的生命，换出耶稣基督的款式，互咱的生命内面发出迄个光。2013年，咱拢知影有选出一个字，就是假。咱的身躯边所有一切好亲像拢是假的。在咱吃的胖内面虽然真胖，不过迄拢是用化学做的。在咱所饮的、咱所配的豆油内面嘛拢是化学做的。在咱所吃的土豆油内面嘛是拢是化学做的。甚至在咱所亲信的，咱要拼经济的科技公司，伊嘛同款拢排迄种无好的污染的水，互咱的心态受到破坏。过去咱就拢伫这个生活内面，互咱感觉一切拢是假。但是今仔日，耶稣基督要邀请你真做伊的同工。你是超人，你是改变这个世界的超人。我望你会当看见你甲别人的无同款，因为上帝的光伫你的生命内面。2014年，你要真做这个超人去改变咱的世界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彼听完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对我兄弟姊妹锻炼。我相信无论在过去的一冬内面，我过了欢喜还是苦痛，你拢时刻陪伴在我的身躯边。主啊，在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年，我们用感谢的心来过我的每一天。因为在你的话语内面，我看见一个跟随你、认捌你的人是福气的。最后所愿，我伫新的一年，我的信用，我的生活内面，会当哪来哪里，把你的旨意画出主你的款式，也我所做的拢合伫你的旨意，为主更做更进，来荣光你的名。最后所愿，也恳求你帮助我所有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领受对你遐来满满的祝福，也伫我所行的每一个脚步，拢有你的带领，守护我每一个人有健康的心、身心灵，互我哪来哪亲像你。我搁一届伫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懊恼甲感谢，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